要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爱久久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相爱长长久久。爱情福袋当然就是，比如说像我们里面知道有机票呀，我们都有的券啊。我觉得这对我们已婚的妇女来说，夫妻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啦。如果有单身的人，其实也不用急，我觉得上帝一定是留最好的给你，所以也不用急着说啊怎么办？我单身，大家都是有伴侣的人，那我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等到你抽到我们的桃花福袋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哇，真命天子原来就在你身边。那当然，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话，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好好享受。如果想结婚就去结婚，想生小孩就生小孩。哎，这样讲起来好像怪怪的，可是我觉得结婚真的是还不错了，感觉还不错。毕竟我觉得如果经营的好的话，两个人结婚前后的感觉